確診了112宗個案啦。咁當中咧就有12宗咧係輸入性個案，另外就係有36宗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其他啲個案咧都係相關個案。相關個案咧就包括咗方柱全一間中心企宿舍咧多咗9個員工。同埋一位員工嘅屋企人啦，日出康盛九期嗰度咧就多咗5位嘅員工啦，就加多2位嘅屋企人啦，都係確診嘅。跳舞唱歌群組咧就多咗17宗個案啦。咁喺呢啲確診個案入邊咧，就都提一提啦。有2位係學生嚟嘅，一位係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嘅學生啦，另外一位咧。就是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在西灣河的，那這位這兩間學校我們都會安排就是請那些學校那些學生和老師做檢測啦。那另外我們都有一位是的士司機啦，那他的車牌是 VF4177 啦。